禁军教头，事多钱少，兄弟我不想干，哥哥可知好法子？哎，洒家推荐学会网，学历提升，职业培训包兄弟你满意。北宋初年，天帝将36天罡、72地煞封于伏魔殿位下，换来人间太平100余年，始至仁宗。洪太尉误会无字碑，放出了108凶星。我们今天要讲的，便是这其中偏雄星的故事。教徒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哥哥以为这禁军教头如此风光啊！哥哥刚才说的那是将军。哥哥，
你有所不知，这禁军有3000个教头，林冲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五品武夫，只管他30-40个精兵，拿些俸禄，叫人使枪弄棒罢了。生平之幸，有一个肝胆相照的兄弟，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妻子，将来再生一个一儿半女，谋个九品校尉，此生足矣。至于升迁一道，林冲免不了随波逐流，但不独官至极品。千千万万人前呼后拥，林某还是算了。林冲这身土的，就是个顺心顺意。那就恭喜林大人下月升迁五部校尉了。嫂嫂，我帮你。老爷。许的什么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都说了不许偷看，等你升迁之日，自然告诉你。都说这山神庙有求必应，你也许一个。嗯。该求的人我都求过了。至于这山神，我只求他帮我夫人实现心愿便好。许一个。林冲，聚集便回。大哥，生前在即，陌生之子。我知道，可那女孩还是个孩子。竟敢在庙里调戏一个女娃娃，随我去见官。兄弟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别追了，知道吗，前辈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！哎，稍等，有人漏水了。这位满头戴绿的兄弟，刚刚你要说你是谁来着？干嘛？
他就是林冲，你就别问了。赐我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！阿切！我得去道个谢呀。大人，可否放过他？不。得，道个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切。 七钱，油三钱半，肉没了，家中无储了。是，早知道便先不买这长命锁了。老爷回来了，是老爷吗？ 小二，再来一坛。好嘞，叩叩嫂嫂的。哎，哎，哎，是老爷吗？陆大人，嫂嫂，请速速与我来。陆大人太失礼了，这深更半夜，我家夫人怎能随你出门啊？大哥今日在庙外得罪了一公子。 那公子虽无关无路，但身份极其显赫。如今他又带人来府上闹事，我来不及告知大哥，只好先接嫂子去找大哥。晚了就来不及了。顺心顺意。<笑>巧了，洒家一生徒弟也是个顺心顺意。可今日听闻你这事儿，洒家竟觉得你不像啊。道上，这个调戏幼女的淫贼，一棍打死就活了，杀一个少一个。 还非得抓他做甚呢？待明日，哥给你抓了这牛淫贼，把他头拧下来，给兄弟你当囚听。来来来，罢了。这样的人有千千万，但是哥哥的命这么一条，为这样一个人平白无故惹祸上身，不值得。哎，哥哥，舍不得。好，这是狗肉。 太能忍了，来，兄弟，喝酒。哥哥心中有酒，弟弟心中有家。这不是，不是人，那是什么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活着，我走。 你怎么了，夫人呢？哎，夫人，把你家老爷找来。我说，快去把林冲找来，快去啊！是。 林冲，这若是双三寸金莲，娘子便真是嫦娥转世了。可惜了，不过这。
没缠过足的女人，我还没碰过呢。这外面是条死路，跳！你尽管跳，跳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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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把你的尸首扒光，吊在城门口，让全城的百姓都来瞧瞧。这林教头的夫人是何等幽默！林冲送我一顶绿，我也还他一顶，有来有往吗？我夫君马上就是五部校尉。啊，那更好。我父亲名叫高俅，是你们家夫君的顶头上司。我这买卖对你不亏吧？大人，我已经有孕了。你走了吗？你以我家人性命相逼，你让我有兄嫂出来，现在还不肯放过我吗？大人，大人，他是我兄弟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？陆虞侯今日救我，伤得不轻，你是我的恩人啊，自然要好好感谢你。再说，蜜蜂。还有什么比这殿帅府更好的去处呢？随我进去吧，随我进去吧。大人，难道你就不想见见我爹？大人，我爹吗？慢点。老爷，
怎么了？林冲无能，这京城恐怕是待不下去了。我即刻让春香收拾细软行囊，明日我们就走。后悔嫁与我吗？我不许你这样问。那我明日就去找总教头，把我调离京城。走便走了，找他作何？即便远走，也要在他乡某一个职位铁面安家。林冲不想让娘子受半点苦。但是你知道，调离京城，再过几日就要叫你临校尉了。今日这出，你是在戏弄本官吗？学生愚钝，冥顽不灵。这些年，若不是老师照拂，恐无法在京师立足。因此思之再三，想在京外谋一个职位，虞侯也可，衙役也罢，离京师越远越好。想来便来，说走便走，你还真是豹子头啊！吃了豹子胆了？学生不敢，求老师成全。连句实话都不敢说，还敢唤我老师？你以为你在外面惹的麻烦是我不知道吗？陆大人，高太尉说今夜白虎堂有个犯人，要您帮忙去审一审。太尉说陆大人先别急着做大，叫您想清楚。遇到指甲盖大的小事儿你就怕了？钱花出去全打了水漂。你这脑子如果有你武艺的一半，也不至于活得如此清贫。苦苦多年熬出换来的官位，你肯放？五部校尉，这本是给林冲预备的官服。不不不，请便请便，我只是来看看你穿上合不合身。在下难以胜任。刚说什么来着？别急着作答呀！不穿上，怎么知道合不合身？爹爹今日出学，叫我转达，就不亲自来庆贺陆虞侯了。哦不，要叫你声陆校尉。这是太尉的意思。昨夜听闻你的事，我连夜进了太尉府为你求情至清晨。虽衙内对你耿耿于怀，但太尉是爱才之，若要平了你和衙内的恩怨，又要保住你在京城的饭碗，倒不是没有办法。这是太尉的意思。都是一片好意，我何苦骗你呢？即便他做不得这官，也不应我来做。林冲，他到底是我兄弟。可他拿不拿你当兄弟就另当别论了。你与林冲一同进去，一同入室，凭什么他是校尉，你是虞侯？
你不会真以为是因为他武功天资高你一等吧？啊，看来你真以为如此。获得了太尉的赏识，你林冲的官职就远远不止一个小小的五部校尉了吧？我听说林家娘子本是你陆谦的青梅竹马吧？话已经说得不能再明白了，是走是留，你自己掂量。你不想一辈子甘当林冲的手下败将吧？ 林冲，林冲，金王师，明示。你还信这个？你应该信这个。 内有过在先，但你不能让高太尉向你赔不是。素闻你林家有宝刀一口，削铁如泥。高太尉酷爱神兵利器，如将此刀献上，便可因祸得福。夫君，此事蹊跷，莫要鲁莽。林冲不想苦了娘子。此刻。 你只是不想苦了你自己，林冲。林冲，句句便回。林冲求见高太尉。 太尉还不跪下！可是太尉还不跪下！来犯何人？禁军教头林冲，昨日冲撞了高衙内。 今日特献上家传宝刀，求太尉恕罪。高衙内昨夜扭伤了脚，恐日后不能行。你现一把刀，又怎抵得上衙内的一只脚呢？林冲实在不知，前听总教的吩咐说，只要总教头的话，换得了衙内的一只病腿吗？ 林冲悔恨，不知如何收场。高衙内对你家妻子情有独钟，可愿成全他二人，也好日后照顾衙内坐卧起居。林冲不愿。
还请太尉换样灵虫能给的东西。 被一个人压了10年，杀了未免可惜。我有余事不明，您如何料到林冲会自投罗网？林大人，忍着点。又想升官发财，又想沽名钓誉，这天底下的人都是贪心的，哪怕林冲这样的人也是如此。 衣服陆大人先穿着吧，挺好。但我需提醒你，即便有朝一日你后悔把它脱了，从此也只剩眼前路了。像您这样的人，当初可以如此轻易地捏碎林冲，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可您为什么还要劳神地拉上我，还点着一屋子蜡烛？
困了。都说这山神庙有求必应，你也许一个。真娘吴绮如，自蒙娘子错爱，下嫁林冲已有三载，未曾任性时期半点相争。今年再远了，吃了官司，陪去沧州，只因林冲已是大年。娘子在家，林冲心去不稳，诚恐娘子情深，青春年少，为林冲误了前程。请林冲自行主张立志修书，人从改嫁，并无正职，尽断情长。所谓尽者，尚有万千，今生相欠，来世必报。春宵，把老爷的衣服单独包起来。大人，请留步。你不是我林家人了，大人，这里是一些碎银，还有给二位大人打酒用的酒葫芦，算是一点心意。这一路上还望大人们多多看顾。这是我家官人的衣服，还请大人代为保管。自然，自然。即一些休书于你，便是心意已决。你赶紧收拾好东西回娘家去吧。从此，你我再无关系。大人，请启程吧。行，走。今日外甥风大，我们哥俩烧了盆热水，请林大人洗脚。
这么着急回娘家，在家吗？他答应过，一定会好好回来。他不可能。林冲押被沧州途中，打伤衙役，妄图私逃，这是假了官印的文书，假不了。娘子，这是死罪呀。 这是你年少时戴过的钗子，我一直都留着。那是你还是林冲最信任的弟弟。跟我走吧。陆谦已经错过这娘一次了，那是我配不上你。 现在，陆谦已经门当户对地站在你面前。门当户对？若图门当户对，我当时不会嫁与我夫君。可你夫君不再认你这个娘子了。你们还真是把我当做接客的妓女啊！
一个一个的上门了。你怎会如此想我？我拿你当我此生唯一的女人，只有我，只有我才能救你。高衙内他不会放过你，你可能活不过明天。陆谦啊，我活一日，便为林冲妻子一日。你脸上有血迹，去洗洗吧。一幅画，哎，我们哥俩读书读得少，没什么学问，还请林大人你给看看。哎，这画里是谁呀？啊，林大人，您看。哟，林大人，看您这是认识啊？别着急，好看的在后面呢。林大人，太美了。就是戴罪之身，又因服刑之中殴打衙役，王贺私逃，那是难逃一死，对吧？林大人，直到沧州还有好几日的江城，我们兄弟实在是走不动，不如今日我送您上路，就让我们来互相行个方便，你看可好？林冲不能死！林冲不能死！
家里还有人在这里，家里还有人在这里，临终回去。大人，临终之足，临终之足，临终之足。大人，咱老古本不留日，救两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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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弟子从未屠过荣华富贵，陆谦所屠，从来只有那一个女人，不杀林冲，只为他能回到弟子身边。想不到，虽然他远在天边，仍能夺弟子之所有。陆谦将走马仓中，杀林冲于除夕。 愿诸位神仙，谅弟子杀心。
烧了，反正他都是一死。收，收啊！草料场。林冲这次罪责难逃，恭喜卢大人，回京之后定会平步青云啊！这临行前高衙内给了小的一幅林娘子的画像，真是美女啊，改日送给陆大人做庆贺之礼。除夕之夜，高衙内正与那娘们共枕眠呢吧？真是羡慕。小的嘴拙，你说的那娘们儿已经让我宰了。Yeah!
林冲，你还记得这把刀吗？你来吗？不哭了，去做你注定要做的事情吧。我会一直等着你。还不肯咽气吗？林冲还不能死，林冲要替
Thank you.